吃不起鸡翅，给多少钱？哦，等一下，鸡翅说话，哎呦，开玩笑的吗？别问呀，你们。再想了一下，感觉这么多去用英国的地方不错呀，学习英文呀。哎，这么想了一下，不错。不是不是，就想了一下，我不会英文呀。那是不是会英文是很好、很优秀的点？就自己很赚呀，会英文很帅呀。我下次休息的时候想一下，我应该实力不错吧？应该挺有意思的。自己学习英文应该比去那边打比赛更有意思。哦，哎，我操，这时间卡了，啊，我操，哎呦，还行吧。没有点了，再先闭了。哎呦，哎，哎，哎呦。这么浓，不是，这在哪？看不到呢。什么意思啊？看不到，被动。哎，好，再干嘛？
这对面好像有点奇怪啊。为什么你们不走呀？哦，不会想死吧？哎呦！哎呦！一点都不装了，我觉得。我一点都不赚啊，他们赚的呀，没道理啊，他们。别跑！哎呦，我不去啊！呀，啊你不会，你这不是中路在中路打的吗？怎么突然这下路也来了？比亚，哎，哎呦，怎么简单哟？前期不送啊，不送吧，应该不送，没死就这食物不就结束了吗？这游戏。